嘿嘿，这是 JB， 哇哦！今天我们来到位于 Mount Austin 的 Inside School， 四个人的下午茶总共花费了 194.5。 雪糕月饼礼盒士力装 135， 中秋节限定，哇，从来没有看过月饼那么好看的，这包装这外形真的不舍得吃，简直是送礼的首选。第一个巧克力橘子跳跳糖，第一口是尝到巧克力的味道，真的太浓郁了。请问这是果蒂法吗？那种融在嘴里甜而不腻，之后还带一点橘子香。第二个乌龙茶口味的，这个推荐给不爱吃甜的朋友，一入口就尝到了茶香，醇厚回甘，搭配外壳的巧克力，真的是绝了。第三个 Unicorn 蝶豆花与 Raspberry 加上酸奶，很梦幻的味道，酸酸甜甜，这个非常适合小姐姐哦。最后一个招牌冰皮榴莲，这是我最爱的，软糯的冰皮跟香浓的榴莲内馅，这个皮的厚度刚好，口感酥软爽口，略有弹性，榴莲内馅用料很够，怎么像在吃榴莲冰淇淋呢？虽然说是月饼，但和传统月饼有很大的不同，传统月饼一般都太甜太腻， Inside Scoop 的非常适合喜欢惊喜的你，每一颗都像在吃精致纯手工制作的法式甜点。 Waffle 18.5也是这里的必点之一，可以自行选择搭配你喜欢的雪糕。下午茶的首选，香脆脆的华夫饼搭配绵密的雪糕，热冷交替，咸甜互补，口感也不会单调。重点，这里的雪糕口味有很多种特别的，不像其他店只有香草和巧克力。雪糕一杯8块钱，这里主打20多种特色口味的雪糕 ，mint chocolate、yogurt、榴莲、全部大、raspberry 等。我们点了芒果口味的雪糕，芒果香很适合炎热的天气。香浓的佛尔雪雪糕，吃一口就带来满满的幸福感，很推荐。这里的雪糕都是很 good quality 的，味道浓郁，口感扎实，用料十足。环境舒适，服务态度好，尤其是在35度的炎热天气。吃完不禁让我想高歌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所以我推荐4颗星。想要看更多JB评价，记得点击分享加关注。